说到宋朝，你会想起什么？这个众星闪耀的300年，含藏了精致生活与文艺之美，传奇人物更是不胜枚举，是中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页。在重文轻武的政策影响下，宋朝的文化、艺术、美学能量大爆发，造就群星璀璨的绝代盛世。除了有欧阳修、苏东坡、李清照等撑起文坛风华，我们耳熟能详的变法大臣王安石、霍刚旧友司马光、先忧后乐范仲淹，甚至铁面无私包青天，也都是宋朝人。不论你曾为欧词伤怀，或钟爱苏词豪迈，令人目不暇给的宋朝处处充满着迷人风采。宋朝常被称颂是华夏民族文化的造极，它有如一场精彩的烟火秀，不止文学、书法、绘画、哲学、史学鼎盛强大，它的科技成就也不容小觑，就连思想也有独具的理性风格。而宋朝的整个时代氛围就是一个美字，文人雅士生活极具品味，少不了的烧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，缺不得的金瓷美玉，把琐碎日常过得像一页页生活风格杂志。他们将艺术融入生活，发展出一种精英主义的休闲审美情调，并且透过书画与文章、诗词体悟人生，阐发怀抱。物质与精神生活都丰富讲究的宋朝人，可说是历朝历代中精致生活的代表。至于这1000年前的宋朝啊，听起来距离我们似乎非常遥远，但其实它对后代以及你我的影响可是无远弗届。宋朝的诗词散文，除了是所有中学国文课必学文言文经典，许多火红的戏剧节目背景也不约而同选在宋朝。最后，莫忘宋朝流行的茶道。你知道吗？精致珍贵的天目茶盏是由宋朝日本僧人归国时西回而扬名世界，而许多人喜欢的日本抹茶可是源自宋朝独有的点茶。如果能穿越到宋朝，你最想做什么？让我们一起捧着茶碗，吟着诗词，乘着书画，回到那个璀璨繁华的瑰丽盛世。宋代结束了唐末之后，五代十国半世纪的纷扰局面，天下复归一统。论宋代文艺美学，可以从文会雅兴的精英品味，林泉秋壑的山水怀抱，书写情怀的意气风流，可是包含了盛世繁华的印象与回忆四个方面着眼。论宋代诗词，论书画，赏词，品茶，精英高尚的品味与世俗生活真纯自在，雅俗互为濡染。晋唐以来，书画品鉴与美学理论已臻于完备，到了宋代，文治尤胜前代。宋朝虽积弱不振，但以宋徽宗为核心，
向前朝与后代辐射出浓厚的文艺风尚，展开宋徽宗的文绘图，豁然呈现一个宽绰疏朗的园林场景，园中垂柳巨树成荫，荫下大桌一方，茶果欧毡纷然，八九子聚桌谈烟，金缕轻松，风度闲适，诸人以文会友，品酒烹茶，且为乐事。如画幅右上方徽宗题诗：如临华国古今同，吟咏飞豪醒醉中。如是聚于漆暗方桌，雅兴文会，徒仆随赴试水，忙闲人之事，论煎茶品民之道。唐朝已臻于高峰，宋朝的点茶更是达到了中国茶道的极致。文绘图之外，刘松年的《西园雅集》更是以长卷的形式续写西园之中坐落林下与泉石之间。据说驸马王升于西园宴请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李公麟等文友，各具园内谈烟自在的情景。此事虽属传说，后世亦据此续写成图，而成为雅集主题的总式增华。长卷的观看形式极展极卷，不仅是一方书案上小中现大的形式，更是蕴含时间卷动的观看经验。文绘雅集是儒士文人之间心灵交流的聚合，而文人闲居自处的时光与生活样貌，更是精神生活自在的体现。如北宋佚名的书斋人物，一位优雅的绅士正襟衣冠，闲坐书斋之内，木床之畔书案叠册，焚香清雅，瓶花插射，背景屏风上绘了洋溢自然野趣的舟畔双浮，屏风山水之上还悬挂一张他自己的相貌写真，静穆且从容地呈现一幅世人的理想生活图像。中国陶瓷的发展随着国势与文明的后继，从汉朝的开拓气象到唐朝的繁华多彩，陶瓷的形色之美到了宋朝，官窑与民窑的瓷器就达到了中国陶瓷的巅峰。宋瓷的内敛优雅，形色更为细致文气，宋代汝窑的釉色与开片蓝中带绿的釉色中更是变化着惟妙之美。宋人留给后人的精致文明，不在于夸饰规模或刻画的极致，却只是宛如一具茶瓯、一片小碟、一纸荷花洗，静静流露雅致的生活品味，在静光中不可言说的淡然美感。到了南宋，点白茶以深黑釉色的建窑茶碗更见烘托之美，而天目与兔毫的釉纹更是从深沉中浮现的霞光。中国绘画自魏晋以降，历经隋唐的画论品类，以人物为尊，山水次之，其他品类则基于其后。到了北宋，山水已成为绘画发展的高峰。东方的山水不仅仅是风景绘画，而更是文人自处于天地之间的情怀。范宽以太行山脉为蓝本的《西山行旅图》是中国山水画的第一座巨碑经典，它以细密刻画的山壁、村壁织成的重尾图像，让观者远望垂瀑直下的山壁，视野慢慢拉远，逐渐纳入中景。巨岩上茂密林中竟包含了庞大的宫殿建筑，
观者的视野再拉远，极至溪谷中驮负货物的兽骡与行旅的商客映入眼底，观者才恍然，从溪谷细小的人骡到巨岩的宏大比例，这才惊觉中国山水宏伟与动人的天地。早春图相较于西山行旅图的丰碑意象，它几乎没有刚直的笔法和造型，更非巨岩壁立的气势。它描写着早春融雪之际，蓝雾从山谷的溪流慢慢浮升，在山坳处，在山峰之间萦绕浮动的朦胧音韵，是山水画传统中画气更胜于画木石山岩的精微细腻之作。相对于早春图的音韵，李唐的万壑松风图是岩壑刚硬的山水意象，这里画的是巨岩生壑，也是松，是风。而画云岚入谷，微风吹动松林，秋壑飓风炎然，林下涧水层层以线条勾勒，清俊有力。画家以斧劈般的皴笔表现巨岩山壁，是山水画中极刚的笔法。北宋的巨碑型山水画之外，另外有一个不属于传统却自成典型的特殊风格，大书法家米芾和儿子米友仁画山水，舍弃线条勾勒山云树石的具体形象，而以笔点烘染山中蓝雾的气氛，让纸上漫漫的烟云成了脍炙人口的米家烟云。宋氏南渡后，南方平缓的山水形貌逐渐入画，夏圭的西山清远图采取平远的视野，正是南方山水的经典。这卷长卷经由勾描皴擦的笔法敷染墨色，漫漫烟云的大量留白就成就了烟云水天与木石山岩的虚实对照。夏圭的画幅常常侧重于一边，形成浓淡与轻重的对比。马远也以侧重于一角的意象与夏圭并称马一角下半边。画者把人物山石树木的布局侧向一边，与对角的空旷形成疏密与虚实对比，也导向空间上远近的拉锯。而文人漫步山径远望他方，更形成了心境上的旷远之意。秉烛夜游图取材自李白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：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，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。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游已也，正是这般的情调。文同画墨竹，并不描摹细节，而是纯粹以用笔来表现竹枝和竹叶。这可看出中国的绘画讲究的是笔法，远远胜过于刻画跟描写。画家借着山水中的林泉秋壑抒发情怀，歌咏天地万物，再将自然物象抽绎成单纯的元素，与笔法书写丰富的意象。中国书法自秦汉以来，书写文字不仅注重章法、节体，还有笔法与行气。在晋人上韵、唐人上法的传统下，更为讲究情意与气质的传达。而宋代上意书风更流露了书法抒情的本质。文同以笔法画墨竹，对照着宋徽宗源于蓝竹的用笔所创出的瘦金体，
那纤巧敏感的笔法，脱俗高雅，满纸贵气，流露出这位帝王书法家天下第一人的自负。北宋文人中，欧阳修曾经在他收藏金石碑帖的《集古录跋》里写下他对古物的鉴定和文史记录，一代文宗笔下的札记自然流露了严谨的秩序和雍容法度。北宋四大书家以楷书见长的蔡襄，年纪居长，很受当代书家的推崇。他的《承新唐帖》叙述纸张质地的精致之美，楷书用笔如仪表雍容的君子，端庄且优雅。北宋四大书家蔡襄、米芾与黄庭坚之中，苏轼应该是最为有名的了。苏轼以诗词名家，他的书法更是宋代上意书风的核心，他的《赤壁赋》更是千古名文。苏轼与擅长的楷书一字一字地抄录这篇《赤壁赋》长文寄给友人，丰厚饱满的笔调流露着潇洒的情怀。苏轼贬官在黄州，写了前后《赤壁赋》，又写下了两首寒食诗，反映了他贬官黄州时期的处境与心境的悲戚。东坡这篇有天下行书第一之誉的寒食帖，它的好并不在于悦目之美，而是一种与真挚情感紧密结合的深刻表现。它的真情流露更启示了后人对书法鉴赏的层次。大诗人黄庭坚与苏轼以诗友相称，他的书法体式奇绝，是宋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。他自书小诗《花气熏人帖》，禅意空灵，点画简约雅洁。他将字形点画拆合再重组，虽然已难以逐字阅读，却又引导观者体会到文字篇幅的整体动势与书写节奏的纯粹美感。文人作书，尺牍、札记、考据、金石，形式多样，而抄录自己的诗文更是抒情而写意的极致。故宫所藏米芾的《蜀素帖》就是此中名品。蜀素是四川蜀地精美的丝织品，织成乌丝兰行列的长卷。米芾受藏家之请，在不易琢磨的绢素上抄录自己的八首诗。他写来姿态昂扬，全无拘束之感，才情焕然，流露笔端，被宋徽宗封为书学博士与化学博士的米芾，他的《紫金岩帖》以一方紫金砚台被苏轼借去说起。听说啊，东坡嘱咐儿子要用砚台陪葬，还好这方可以传世之物现在让我拿回来了。这一段文字呢，既谈起他与苏轼的交情，又幽默地流露他对精美文房器物的癖好。四大书家引领着北宋的上意书风，宋氏南渡后醉心于书法的宋高宗，也与君王之姿引领着南宋的书风。他的次岳飞首次行楷流畅，骨骼挺立而清雅潇洒，比之当世书家丝毫不让。他在书文中垂询边防，写道：清盛秋之际，提兵岸边，风霜已寒，征御良苦时，关怀之情溢于言表。直到后来君臣关系生变，而这份敕令不仅是历代帝王书法的名品，更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。书法常常反映出学者文人的气质与修养，
如南宋朱熹的《大字易经系辞》。系辞是解释易经卦象的文字，朱熹以学问家抄录易经系辞，写的是气势雄健，不下于当代的书法名家。品味宋代生活美学，文会与雅集是属于精英品味的文人雅兴，而从世俗生活反映繁华盛景的，则有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画家以汴梁为蓝本，清明时节为背景，画出了太平盛世的记忆。他以真实的时空为蓝本，传达了自己理想的印象，宋朝民间生活的丰富样貌与活泼气息就在此表露无遗。清明时节，汴京城郊村落步调舒缓的情景，随着长卷的展开，逐渐接近繁茂的京城。春柳萌芽，开始为素雅的画面添上绿意。季节时序与人物的活动，也随着进城的船只，在接近画心的拱桥达到高潮。拱桥上行人纷然，大船上收桅闭桥和掌舵的紧张气氛与旁观人群的热闹议论，为这一幅一河两岸城郊接壤的清明时节添上热闹繁茂的图像。清明上河图画着汴京盛景，进入城楼之前的近郊，沿河景致以北岸为主，屋宇商铺连接有序，舟船错落，车马人物形态自在而生动，长卷继续向左展开，疏朗的空间慢慢进入热闹的情境。进入城楼之后，建筑高大俨然，街道整齐，日常的气息开始融入精致的景象。画家将拱桥置于长卷中段，城楼则布局在画幅的结尾五分之一处，正是画家以拉长近郊的空间舒缓节奏，烘托出京城的华丽精致。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以超过五公尺的长卷，把一个繁茂的都城景象从容描绘仔细，在世俗日常中呈现了宋代的生活美学。相较于书法、绘画、陶瓷与品茶的精致之美，这个图像更丰富了后世对于宋代之美的理解与想象。